这一组蛮好看的哦，复杂之争跟纯净之争，你觉得放眼望去谁是你最大的对手？杰夫。杰夫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次就是想要报仇，做这么好竟然没有选我，三倍速度在没错，对对，他这边好像快转哦，就一直按那个快速，哎，你的速度很不合理耶，杰夫，真的有报仇的感觉，对，他今天是夹带的恨。